林海少将今天是由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恩斯少将陪同去拜会赖总长的，他们曾就有关合作的各项问题交换了意见。肯林汉少将这一次还率领了一个七人访问团来考察中华民国的三军设施，以作为他们在韩国推展军援计划的参考。